家好，我是3.5班张玉馨。这幅画的主题是下午茶。这幅画使用的材料包括水彩、彩色笔、色铅笔、奇异笔和蜡笔。因为我很喜欢画家梵谷，他的作品《灵谷咖啡馆桌前的女人》给我创作这幅画的灵感。这幅画我有做一些特殊的效果，就是饮料的部分，我特别做了立体的效果。我先用奇异笔画杯子的边缘，再用水彩画饮料，用蜡笔画水果和吸管，接着把杯子剪下，在吸管上方用美工刀切洞，再把做好的吸管插进去，这样就完成立体饮料的部分。最后画上人物和背景就大功告成了。